嗨，现在呢，我在OK， 刚才不算啊。当现在来建大入口吃个午餐。现在到店里了。这个是我超级喜欢吃的辣椒，开动了，一口气学完了，还点了生煎包，现在老板在做。加点醋，生煎包蘸醋，完美。不能拍了，一只手吃不动。没吃完，打包回去。路过娃娃机，来试一下。我是没想到抓是抓到了，还有这样的套路啊！好吧，重在参与。现在呢，我在汉江，今天下了好大的雪，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，当当，我们从练习生的时候就经常来的一个汉江边的便利店，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下汉江拉面是怎么样的。哇哦，你看啊，不多少的是。鸡蛋，要等三分钟左右，然后大概还有三十秒的时候我再放鸡蛋，还有一分三十秒，好香，鸡蛋 let's go， 四三二一，啾啾，啪啪啪啪，啪啪，开动了。那边旁边好像有人在做直播，然后听他聊天内容，可能是歌手之类的。去鸡蛋，超级好吃。草莓味牛奶，我的面怎么不见了？在我肚子里。现在吃完，吃饱喝足，出来走一走。记得就是以前练习生的时候，就大概。这个位置是有一个那个打地鼠的游戏机的，那个地方，这边那个篮球场，就是之前我们就出道大作战那个综艺的时候，在那地方打过篮球，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？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拍过照，哇，但天气好冷啊！带你们欣赏一下汉江，以前在这个地方就还蛮经常跑步啊、骑单车什么的。但现在天气太冷，没什么人。OK， 哦，是挺冷的，先走了。